事会由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刘凯如主持，会中首先公读了严副总统的书面贺词。刘理事长在致辞的时候表示，广播和电视不但传播的空间范围大，而且传播的时间也快，所以对社会的影响很大。刘理事长勉励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共同努力，创造新的成就。中国国民党文化工作会主任吴俊才也因此在会中做专题演讲。今天参加庆祝大会的有广播电视界的人士1000多人，